生啊，我爷爷有点年纪要毕业了，今天就照了个毕业照，然后老师喊我媳妇儿去给他化化妆，妆，看你的喽，今天媳妇儿就，我化的，化妆品你带就走了，走吧。开始发毕业证了，好可怕了啊！要给他画漂亮的，要今天毕业哦。亲爱的老师们，可爱的小朋友们，大家上午好。活动在绵绵细雨的夏日中结束了。本学期我们联食活动丰富多彩，充满乐趣，共同开展了语言、科学、地震一学期的学习成果吧。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汇报表演。
今天不上课。